好，说过。你这等等，挺好的哈，但是你这个有几个动作上的那个细节不到位啊。您给我们讲讲。走。这就是我刚才演绎的那支笔了，交给您杨老师，它到底怎么用？它是什么用的，你知道了吧？我知道它是把枪。啊，这个呢，它已经，我们看到它已经暴露了枪管了。嗯。这个螺纹，它是一个隐蔽的实施刺杀或者叫暗杀的一个工具。嗯。这个显然只有一次机会，是吧？但是呢，最得到这次机会的一个前提就是伪装。你现在看到整个它就是一个钢笔，对，但你插到这儿或者拿出来，那这个机关在什么地方呢？你看一下啊，我们看到这样一拧一下，拔出来，哦，这就是装弹的地看，方。这个口就是装弹，把弹放进去以后呢，弹头是个圆头吧，你这么怼回来，你怼回来呢，它就给装到膛里去了，到这里这么长，是吧？这6.35毫米的，动能很小。是吧？这个关好以后呢，这是个激发的装置，这个挂笔钩是个激发装置。哎，这个设计也很巧妙啊，非常巧妙。能用的其实在笔上也就这一个地方，恰好它就符合了这个。它整个这个特点就是一个钢笔的特点。嗯。钢笔特点呢，当然它这个它也不是抛壳的。嗯。它那个要领就是要你要把它抵在鱼脊脊这个地方。它也有这个后冲的这个要有作后冲，凡是你前面要打出去，后面就有个后，对吧？作用力和反作用力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要像这么拿着，就可能呢，噌隆一下子粗溜了，是吧？要抵在手掌上，要抵在这个鱼脊脊这个拿出来以后呢，是吧？或者准备写的时候，很不注意的，要很近距离，是吧？绝对的，它得保证，要不你这么老远了，它就打不准了。我看看，我试试。刚才光顾着看它钢笔的形状了，光顾着演了。这回顺了。对，实际上，你这么你转身拿着它很有一个很典型，你要是拿出来啊，抵住，挪一下是吧？这真的要是发射出去的时候，声音大吗？这用它的人跑得掉吗？它这个是一个很短的这个枪管，它弹上来以后只有这么一点。实际上呢，它用的这个弹的能量是很小的。我们说它一般在这个空间打，它是有声音，但是不会是像那么响。比方说室内打。外面听不见，是吧？或者是那个外面打了，里面听不见，可能要在街市上弄啊，还不如搬饼子什么那个那些叫卖的那些声音大。平时这个金属碰撞一下的声音是吧？就可能就是那么一点音，谁呀？怎么回事？没有人特别的去感觉，但是有可能就过了以后，怎么这个人还倒在那儿了？还是怎么着了？都有到这种程度，明白了。哇，这今天是您带我们看了第一款特别奇特的轻武器啊。那在军博里还有哪些很奇特的轻武器？咱们再来找找看。我刚才戴着这副手套，是不是还挺有特点的？我知道了，它是枪，但问题是，这个枪在什么时候、场合用啊？得让您来给我们介绍介绍，有啥特点？这个枪呢，在二战时期产生以后，总的看是给情报侦察人员用的。但是在这种情况，我们可以看到呢，既然是情报人员用，它一般就是军事情报，是在战争期间军事情报，那么。美国人用这个东西呢，也不知道他们当时怎么想的。按理说，你这个枪既没有消声的装备，它不能消声。你看它不枪管就这么长吗？声音打的肯定是很大的。另外一个呢，它这个装弹就这么一发，因为这个你就靠这种瞄准性，你戴着手套，这个打枪是有动能的，是吧？是。
而且这个副着子上面很皮子很薄，你看没有？一打跳啊，是吧？哦，对。像我的手大，戴上以后呢，打得好一点，在握拳就弄得好一点。我刚才体会，但是像你这有点费劲啊。这个姜很松是吧？秃噜秃噜的是吧？对。当然，这里头有几个条件：第一要近距离射击，就是很近的距离；第二就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情况下；更还有一条就是说，我现在只有这种体位，没办法了。你比方说，我现在戴这个手套，我在爬房子、爬什么东西的。遇到了这种情况，有时候就突然发现了，我干脆一下干了他得了，是不是？干他的，我这个就是手还得抓着，还能弄着，这个时候就是把他让出来了，有一个手打一下。你看，你记住了一点，这是一双手套。哎，好像在影视作品里面见过他们露脸。要激发他的时候，我刚才还没有特研究明白哈，他是怎么一个上膛和激发的方法呢？你看呢，这有个卡榫，这里一个卡榫啊，把它推上前，然后翻过去。这就可以装弹了。这个上面是枪管。那么弹膛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刚才咱们翻过去说的，这个是弹膛，是吧？把子弹这么放进去，放进去把它一关闭，这不就锁定了吗？你看，我们套上去试试看。这手套磨损也挺严重的。这个手套呢是，可以想象的使用，在过去使用保管这个时间，一个是长了。我一直有一个感觉，看到它之后，如果足够近了，我再戴手套来不及，一定是事先就事先戴好的，肯定事先戴好的。但是如果都已经事先戴好了，在这个距离的话，我何苦用它呢？我直接有一把枪就好像更方便。而且你还可以看到，这个是。只要是射击是有声音的，对，声音又很大。这射击肯定是有声音的。你弄好以后，另外呢，它这个枪管在这啊，它的作用点在这后手背这个后坐力点的是在手背上，它是会有点翻转的。而且那个瞄准呢，各方面这个来讲就是近距离，我就算是杵着打了，基本上只能是这样，对吧？我想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，就比如说，我敲门进来，您一开门。冒犯啊！我们演示一下，我可能在对打过程一拳这样打到您身上了。对啊，那正好就把这个对一怼，就击打，就是可以怼。嘿，啪一怼，就一下顶脑门上，梆一下子，是吧？但你这也让开了，你看这是足够的，你看。对，这个抵在身上是足够让它足够的发射出去的。这个按着我说呀，这个反正不管它也再好。要叫我说，我反正要是表示要我是什么特工什么的，我感觉到我还是拿个别的枪得了。对，不如拿一把直接的枪。别的算了，对。这又是一款奇特的装备，我们接下来看看还有什么奇特的轻武器，杨老师给咱们展示一下。杨先生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！这一下子突然换装了之后，其实现在杨老师也有隐藏身份了，跟我刚才有点像。既然是从事隐秘工作，身上现在呢也带了武器了，想问问看您这武器到底在哪儿呢？这么绅士的一位，武器就是这个啊，就是它。击敌于无形。击敌于无形。对，其实它是把枪。对，它这个呢就是。这是一个伪装成拐棍的，一把枪。当然有可能呢，我这个还是刀，隐蔽成手杖的武器。然后比如说我们两个见面以后拿出来，很好，一拿出来以后，一捅，是吧？这个特工的武器是，经常他就是用这种无常，或者意想不到，这样的问题，来使对方失去对他应有的。他那个威胁应有的那种判断和警惕，因为我要现在老头干得更弱不禁风一点儿，我再带点胡子什么的，是吧？就隐蔽的或者有点耳聋啊，听。您说什么呢？你说什么呀？离您近一点儿。对，这种外形一隐蔽，对吧？对于对方，
他就失去了那种警惕，或者是暂时觉得判断上有些对他的那个判断来说产生了这个误差，到底这谁呀、啊？这怎么回事是吧？他不管有警惕，他突然出现要有这个，稍微有一个放松的时机，您的机会就来了。好，我就是不明白这枪藏到哪儿了，就在这里头。你别看这么一个细棍儿，对呀、啊，那细棍儿我们再讲这个枪管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个枪管。哦，但这个枪管这不有个枪管吗？啊，这么看就知道，对，这可以看到。子弹就从这儿出来，但是可以跟大家说一下，要真正这个使用上，在之前你要保护枪管，要不枪管都杵乱了，或者里头堵了，是吧？以后拿着，叭一枪，嗯，很近距离的，命中概率是很高的。而且我端着这个高度，就在人的主躯干这一块儿，嗯，到底怎么用？关子卖得太足了。你看，你说我们讲要是枪的话，就要有装弹的这个地方。你看我这样，你看。我看了半天，哦，对，我就说只有这个地方不一样，有个装弹的，嗯，这个装弹把它放进去以后呢，把它一怼上，一拧，这里有，你看，有个扳机，啊、哦，这儿应该是个扳机，一个扳机。其实说枪体就这么长，哎，前面这算是隐蔽的部分。这个枪管由于它这个手杖的特征，使这个枪管比较长，因此打得挺准的。是这个太准了，我觉得。而且呢，它由于不会瞄准的也可以。你看你这么小的一个子弹，嗯、由于它的枪管比较长。初速也比较高，对，不击则已，嗯，一击就要致命，要致命。那您给我们展示一下，真的要用的时候，一位绅士如何化身为致命一枪的激发者？你像我这样用是吧、嗯？我这样用呢，隐蔽性会更好一点。我就一抽，啪，看到没有？啊、哦，是吧？但您说的时候，我有一个疑问啊，嗯，就是枪的部分其实是在这儿，那它只有大概也就一枚子弹的容量。对，这就是什么呢？这个特种武器由于它外形各方面的局限，只有这一次机会。嗯，这其实也是到了最后一步的时候的，或者是执行一个绝密任务最后一刻的时候、嗯、才用的一件武器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现在电影上给大家一个误区，上了一个特工，一个什么就是，啪啪啪打得昏天黑地的是吧、嗯？那个就他咋带毒，他就不符合这种工作。这个工种它不是这样的。哎，这种工种，哎，对，你这说得很幽默，很好。说白了就是武器和使用武器的人一定是要二者合一。对。那杨先生今天拿着它执行任务，心里的考验很大呀。祝您任务成功。刚才我们讲的那个，手杖，拐杖的那个枪是吧？但是在过去那个对敌斗争过程，那个敌人的险恶是处处不见的。其实我拿的现在这个呢，也是一个枪。这是个枪。这个枪呢，实际上它伪装成的是什么？大家想好。假发呀。哎，假发的这个材质吗？这是马的头发。这是马鬃嘛？马鬃哈。但是呢，作为它就是个浮尘，我们就讲这肯定就是个这个浮尘枪啊。嗯啊，这么说起来，当年它非常有隐蔽性。我感觉这个里头越是这样。嗯。越这样使人家的那种认知这种感觉逆反的颠覆性的逆反伪装性更强，嗯，非常强的。但我刚才您拿着我看半天，这不就一根管吗？不像刚才那个拐杖，它还有一个像是还有个那个把儿是吧？对，你看它这个整个这个情况呢，一看呢，它这怎么打呀？这是吧？这是枪怎么打？是怎么来的？你看、嗯。就我现在有刚才有经验了，我知道这儿应该是出膛的地方。这肯定是出膛了。说这一估计。它是一个一转，你看啊，出来了，跟刚才那个也有点像哈，也是就一枚弹的机会，只能装一个。这个枪弹，你看到这个枪口啊，这个枪口挺就这么粗，这是7.65子弹，那个时候呢，这个在这种情况下，敌特呢也特别多，用这种子弹也特别多。你看它这个长度，我们看也是这样，它比那个枪弹略微长一点，上进去以后呢，一低头把它摁到里头去，然后关上，是吧？用旋转来闭锁的，那这样子就射击的时候稳稳当当地封闭了枪膛。您让我猜一下，我看这扳机在哪儿、实在是，啊、你猜什么？这儿有一个小按钮，是它。这个你想肯定是这个事儿。但这个也太简洁了，就这么一下。就拿了个手枪把不容易打准。嗯。但是这种一个直线的这个，往往在单发射击，你人拿着凭感觉很容易打准。然后我就这么高，他我判断跟人呢什么对面站个几米远，我这觉得跟我这高度一样，是很容易判断的。作为这些敌特，它阴险的地方还在于它的欺骗性。嗯，欺骗性越大，隐蔽性越大，成功率就越高。它成功率还越高，所以在这种情况，它不击则已，一击可能这个啪一下打了，打完以后
弹壳还留着里头呢。哦，它的弹壳不弹出来？它不弹，没有弹的，它没有自动机，就是个机针，弹壳不弹出来，你就怎么找啊？往往在这个情况下，在它还没有响之前，完全平平静静的，就是响那一下是猝不及防，人都没想到弄一下，可能想一下怎么回事，旁边的屋里头是什么情况，就也就一响声吧，听听再没有了。由于它的隐蔽性很强，阴险程度就越高。这从迪特手里缴回来，就可以看到我们老一辈在各个战场大战场上，以在这隐蔽的无声的很窄小的那种狭窄的空间的战场上，都是刀光剑影，那是出生入死，危险重重。所以说一想啊，我们这个军博感觉到我们为什么有时候很激动，就在这些地方，真是不容易。我们的老一辈，我们不可考试当时有没有我们的老一辈在这个上面受到了吃过亏，吃过亏，但是我们就想我们胜利，不管什么亏我们胜利了。我老是这么想，这个我这个心还能平静一点。刚才跟您交流了这几款关于很隐秘的奇特的轻武器之后，也确实让我感觉到了那句话，就是于无声处听惊雷，这句话是多么有分量。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在军博里再去找找看还有哪些奇特的轻武器。刚刚所谓执行任务时候用的那把小手枪了，拿在手里真的好有质感啊！对对对，而且它真的好小哦，看上去还……我跟你说，像你这么一个女孩，这个枪非常配你的，大小、胖瘦、造型，拿的是，一点没有娇柔造作的感觉，是那种感觉，你就会讲到，哎呦，这个挺好的，挺合适啊！我说，它还和这个整个人的形象挺相称的。对啊。你说你们那小包里头装点什么东西，从里头拿出来，对，还很有隐蔽性啊。对，你拿了个很小的包就装在包里头了，人家里头你装了个首饰盒，是吧？拿出来过去那个，人家还抹一抹啊，什么照着镜子啊，然后翻着放里头了。你再掏出来的时候，你敢动，动就叫你蹲下，他就蹲下，一下就老实了。还你，啪啪啪的，你看移动这么近距离，你就打吧，对不对？打完你就跑啊。对，那说来还是觉得特别适合女性。哎，对，这个很难。看啊，我这个手，这个比你手大多了，对不对？对，这可真是大多了，而且手指粗。但是你看我拿着，你看我的这个中指就是拿着这个，正好卡在这儿。扳机后圈和弹匣这个前面这点就是一个手指的距离。可是我这个虎口和它对应的是拿得很稳当的，我这可以松开，但你看拿得很稳当的，而且我这瞄准也足够了，是不是？瞄准也是足够了。也就是说，它其实在造型上，这个外观上还是很符合这个人体工学。对，就是这个人机工学很好的，不是因为我手一大就拿的不对了，是吧？很合适的。对，使用还是很舒服。很合适的。当然，这个也它的烈度肯定是差一点的，它子弹那么小嘛。哎，那它到底有多小啊？这个子弹？子弹呢？我们先不说答案，然后我们看看这个弹匣，把这个弹匣看一下。你们再看一下，这有几个眼儿啊？五个眼儿吧。这个每个孔就会看到一发子弹。不会重的。我现在我这正好有这个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这6发、是吧？来一个。您能留一个让我也感受一下？两个，来，你这样的哈。用手把这个后面这个地方，就相当于把这个子弹压下去一点，然后你再把这个头上这个地方，就在这个口这儿也压到底下去，啊，这就进去了，是吧？再推进去，是吧？好吧。十分想赶紧上手试试。是，这3发给你，你再上。这个先往下压一点。对，压也给一个。哎呀，这还挺。你不要管它，就前面要前面，对。你这个从来没干过，可能就有点不熟。再试一次啊。这样压下去，我手不够劲儿，我觉着没有什么那个，就是来我来吧，脸都憋红了。
好的，我们就看看这个没问题。哎，到您手里它就好用了。看到没有？嗯，一个孔一定是一个子弹。哦。各种手枪如果有这种情况都是这样子的。嗯。它就是要让你看到拿出来以后还剩几发，一看就很清楚。您连贯的把弹匣装上。嗯。激发。装上以后，好，拉栓啊。嗯。这就把它拉到位。这么小的手枪呢，可以单个手机发，是吧？要是有时候为了稳呢，这双手比较稳。嗯，谢谢杨老师。那今天我们是在军事博物馆探秘了很多奇特的轻武器啊。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探寻更多经典轻武器。那杨老师，明天咱们继续。